还以为她是李寻欢的前妻，看起来好可怜哦。看她外表还挺温柔的呢。哎呀，女人一旦产生了仇恨呢，比毒蛇还可怕呀。爷爷，我也是女人哎。对呀，爷爷了解男人，我不了解女人呐。这次失算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啦？事到如今呢，只有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我也上少林寺。好啊，爷爷。李寻欢，白小生，你像乌鸦一样，太吵了。我是来恭喜你的。好，钦差大人、天机老人、龙啸云，他们三个人都到少林寺来了。三个最不可能到少林寺的人，真的来了。你也不要开心得太早。另外有个人也来了。阿飞。你杀了我也没用，阿飞中了我一记七绝化连掌，三个时辰之内将会全身筋骨粉碎。除了心剑大师自己，谁也没有办法化开那七绝掌。你杀了他，就等于杀了阿飞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我们只要你合作。待会儿方丈带三位贵客前来询问你，到时候该怎么回答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大哥，李寻欢，记住，你只要说错一个字，阿飞就要变成废人一个了。你，秦剑，你，大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管我。射死他们！起来，带走。阿飞，哼，李寻欢，记住，你就是梅花道。阿弥陀佛，少林今日何等荣幸，有三位光临。各位，不用客气了，我们都是为了梅花道一样而来的，就快快审讯李寻欢吧。我听说龙大侠跟李寻欢是结拜兄弟啊。不错，我兄弟俩同生死共患难，情同手足，肝胆相照。老朽又听说龙大侠是在府里头把李寻欢抓住的。不错，可是我不相信李寻欢就是梅花道。虽然很多人当场抓到李寻欢，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他就是梅花道。大人，就请您主持公道。不敢当，龙大侠。我龙啸云用生命担保，李寻欢他不是梅花道，他光明磊落，堂堂正正，是个正人君子。哎，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那个龙啸云突然行侠仗义起来了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龙啸云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。
看来我是低估了他。 你还好吧？徐欢很好，多谢大哥。你不用担心，少林寺已经请钦差大人到了，还有天机老人，他们会主持公道。多谢。李施主，你要求的三个人现在都到齐了，你相信他们可以主持公道吗？ 我相信。钦差大人替天巡狩，处理民间一切冤案，请主持审讯。多谢方丈。龙大侠，请坐，请出尚方宝剑。 爷爷，他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被毒哑了？小红啊，不要说话！李寻欢，本官的话为何不答？大人，请问，本官接到林诗音的一张状纸，说你被龙啸云屈打成梅花道。 李寻欢，你对林诗音的状纸？大人，龙啸云跟我是结拜兄弟，他怎么可能会陷害我呢？ 师爷，
李寻欢亲自招供，请记录。是。李寻欢，新梅师弟是何人下的毒？是五毒童子下的毒。五毒童子又受何人收买？ 是我，李寻欢，你承认你买通五毒童子，害死新梅大师？不错，龙大侠，李寻欢已经亲口招认了。寻欢，你不是那种人，你一定有苦衷的，对不对？大哥不必再为我辩解。 我的确是没花到，我是万恶凶手。天机老人有何见解？既然李寻欢亲口招供，案情一清二楚，就请大人立判。方丈大师，李寻欢亲口招供，此乃大人神威，天子之尊，请大人宣判。 师爷，将口供交给李寻欢，请他画押。是。爷爷，你还不去救他？你没看到这么多的和尚吗？怎么，你怕他们？少林鬼僧天下无敌，加上薪火仙剑大师，我也打不过啊。你不去，我去。哎，你去只有把事情搞砸。爷爷。 放心，有人会救的。你看看，李寻欢还有什么花招？他已经被打入棺材了，有花招也没什么用了。李寻欢，这是你的口供，如果无误，请在状纸上画个押。 生死在一瞬间，尿三次。表哥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动，谁上来，他就没命了。不要听他的，大家一起上，不要乱动。对对对，方丈说的对，大家不要乱动，他会杀我的。 龙大侠，你看这如何是好？李寻欢，嘿嘿嘿嘿，龙大侠与李寻欢情同手足，肝胆相照，他不会忍心玉石俱焚吧？大人，他手上有人质，我们从长计议。方丈大师，您看，龙大侠所言极是。 星儿。
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怎么了？不认识我了？怎么？你的口气，好像龙啸云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是我所见过最成功的男人。你说什么？哼，他可以把一个人。 整得死去活来，痛不欲生，而对方对他还是肝脑涂地，感激涕零。你是说，李大哥？哼，钦差大人亲自审讯，李寻欢不用刑不用逼，就乖乖的俯首认罪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因为我在他们手里。 李大哥，是因为我。龙四爷，果然是滴水不漏。仙儿，小红的爷爷是天津老人，他可以救我。啊！他们已经在少林寺了。快帮我去叫他们。 仙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，不可能的。 不可能！小红，你看血迹啊！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就这么一点血迹？少林寺不杀生，哪来的血迹啊？说不定是哪个小和尚他切菜不小心切到手指头滴出来的血啊！ 少林寺是千年古刹，最怕火烛，所以他们厨房都设在后山，即使是切到手指头，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滴血啊。那说不定是哪个小和尚不小心叠了一跤，在这摔出血来。小红啊，你知道少林寺的后院为什么会有一间竹屋吗？嗯，那是达摩祖师爷修行的地方啊。哦，所以说那个竹屋是少林寺的圣地啊。 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地方呢，少林寺全体僧人都视为祖师足迹踏过的圣土，他们怎么会允许有一点不祥的血迹滴在上面呢？还有啊，这个地方每天早晚僧人们都要用净水清洗的。这些血迹啊，一定是钦差大人到来之前不久啊才留下的。哎，爷爷，如果那边有血迹的话，是不是表示别的地方也会有血迹啊？ 哎，聪明哎！哎呀，小红啊，顺着血迹往下找，也许呢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我们终究还是敌不过龙啸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龙大哥？你是为了我。 因为阿飞在他手上，况且他是真心爱你的。我知道，石英，你还是回到他身边去吧。正因为他是真的爱我。 所以我才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不能够忍受一个真正爱我的人，竟然虚伪的欺骗别人。他之所以陷害我，完全是因为太爱你。我一点也不怨他。表哥，当我向钦差大人递出状纸的时候。
就等于是递出了一张休书。休书？没错，我要公开宣布，我休了龙啸云。自古以来，只有男人才能休了女人。我要破这个例。石英，我要当着龙啸云的面，我要公开宣布，我跟你在一起。我快要死了，我承认所有的罪状，钦差大人他不会放过我的，你跟着我只有一死。你死我也死。石英，表哥，除非你不要我死，你也不可以死。为什么女人都这么傻？你为了救阿飞，爹，还在想娘啊？爹，您别再想了，娘已经当着你的面走入李寻欢的房间，就等于当面给了你一记耳光。不要说了。爹，寒天命世，孤男寡女，哎。我叫你不要说了。爹，你不能因为娘的事就把气发在我头上啊。我了解，李寻欢是个君子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。爹，你太善良了，你也相信李寻欢啊？至少他没我这么卑鄙。爹，你错了，李寻欢故意落入你的陷阱，故意变成梅花道，他想博得娘的同情心啊。爹，你打死他，他越可怜，娘的心就越倒向他，他不就这样成功的把娘抓回到身边去了吗？爹，失去了娘，爹就失去了生命，李寻欢就这样成功的把爹给击垮了。可是，他亲口承认他是梅花道，少林寺和钦差大人都不会放过他。别说了，天津老人在那里，他是阿飞跟李寻欢的朋友，有他在场，胜负就不能判定。天津老人也有他的弱点，他武功天下第一，也有致命要害。就是他的孙女儿。爷爷，为什么血迹到这里就断了？很明显的，一定就在附近。哎呀，这里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哎，咱们分头找，一定可以找到。嗯，分头，分头，爷爷。哎，可是怎么？害怕了吧？
躲在爷爷背后不？怕？拜托，我孙小红武功盖世，我会怕？别开玩笑了。哎呦，小红哎，爷爷，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我保护你。什么？你在后面，我在前面，你保护我啊？谢谢你了。走啦！来来来，你在后面保护我啊。爷爷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爷爷，好，小红，爷爷答应你。真的，谢谢爷爷，快，快把他扶起来。什么？那个师爷，他就是林诗音。哦，原来是龙夫人，那他。林诗音告丈夫在先，又私奔在后，有失妇德，一律也该斩。大人，这原来他不是人质啊。所以说，竹屋之内二人都是该斩之人。大人，要斩少林寺。万岁赐我尚方宝剑。就是要斩尽那些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徒。阿弥陀佛！可是，佛门非杀生之地呀。我会把他们拖出山门之外再斩首。李寻欢飞刀无敌，谁也无法靠近他。火攻！阿弥陀佛，那是少林圣地，烧不得。少林武僧团团围住，我就不信李寻欢能一人抵挡。这样一来，将会有少林僧人死在飞刀之下。老衲不能因为秦兄而牺牲少林僧人呐。那只有团团围困他，还有林诗音不敢突围，我们断水断粮，把他们饿死、渴死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师弟新梅的尸体还在屋内，如果断水断食，李寻欢会毁尸啊。方丈，除恶要紧，新梅大师九泉之下
也会同意我们这么做的。这不，老衲不能答应大人。方丈，本官代天巡抚，除恶为先。方丈如果一意孤行，便有欺君之罪。啊，大人，这……方丈，大人，这……师兄，我有办法。秦剑，你有何高见呢？师兄，只要一束迷香，就可以迷倒李寻欢和林诗音。迷香？不错。说的容易，谁来送入竹屋之内啊？大人，派人送入竹屋之内。没有人能闯入竹屋之内啊。是啊，谁能挡得住飞刀啊？要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挡住小李飞刀。谁？李寻欢的结发妻子。小红，我是爷爷用内功逼出你的七绝掌的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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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爷爷把全身的功力都给了我。爷爷，小红，爷爷。功力全失，命也不久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要想化解七绝掌，只有耗尽本身功力。是我逼你救阿飞的，是我逼你救阿飞的，是我害了你，爷爷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啊！小红，救阿飞是爷爷的心愿呐。爷爷，爷爷的武功终于有了传人了。爷爷，爷爷。快，快去救李寻欢！快，滚！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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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。天启老人没有来，一定是出事了。啊！我看到他跟小红，倘若要动手，昨天夜里他就应该要出现了。也许是救阿飞去了。阿飞身中七绝掌，无药可救，唯独用天启老人的全身功力才能救他。天机老人会耗费自己全身的功力救阿飞，一旦他的功力耗尽，就会死。啊！谁呀？是我，表哥，是仙儿，快开门吧。不，我不能让他进来。相公，我好不容易才来少林寺一趟，求求你开门让我进去。
我不想见你。表哥，仙儿是你的妻子。不，她不是。相公，我不管你认不认我，我求求你，快开门，让我进去看你。你都可以让诗音姐姐进去了，为什么不能让我进去看你一眼？表哥，他有权见你。表哥，仙儿是你的结发妻子。姐姐，请你劝劝我相公，求求你让我进去，我要陪他走过最后一段日子。诗音，姐姐，仙儿，相公，仙儿，你怎么到少林寺的？我走了七天七夜，跪在少林寺外，苦苦的哀求，方丈才放我进来。可怜的妹妹，相公，请你不要赶我走。你跟姐姐都在这儿，我也要在这儿。你知道吗，仙儿？钦差大人跟方丈都已经认定我是梅花道了。我知道，我来的时候，方丈已经告诉我了。可是我不相信，像你这么好的人，绝对不是梅花道。仙儿，你带什么东西来了？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？我知道。仙儿，你去陪表哥，去啊，去嘛。相公。仙儿。我要把这些不吉利的东西丢掉。哎，仙儿，既然带来了就别扔了，不如祭拜西梅大师啊。西梅大师。别害怕，西梅大师是好人。我们拿香祭拜他吧。嗯，相公，好不好？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我欠西梅大师一笔账，我们一起祭拜他一下。嗯。是梅花道，你来干什么？龙大侠来了正好。龙大侠，快点救我！大人放心，我们三人联手，这个小贼难逃法网。不，
我不能恋战，救李大哥要紧。走。李兄官一起出斩。金山大人，你还好吧？哎，气死我了！这少林寺怎么搞的？这么多坏人跑进来，这治安也太差了。哼，还有比这更差的呢。还能怎么个差法？有人在少林寺杀人。谁呀？我。你杀谁？杀你。龙大侠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龙大侠，这大人被阿飞杀了。大人，阿弥陀佛，都怪我来迟一步。来人，敲钟，全寺动员，一定要抓到这个阿飞。少林寺的钟声一响，只有两件事，一件是吃饭，另一件是抗敌。抗敌？难道还有谁来救我们？少林寺乃武林领袖，钦差大人代表皇上，既然他们两人宣布我是梅花道，黑白两道还有谁来救我？那这钟声又是要对付谁呢？一定是阿飞。阿飞？相公只有一个朋友能够冒死相救的，只有阿飞。阿飞，表哥当年交这个朋友真是值得。少林寺能敲钟集合来对付阿飞，那阿飞一定是恢复了。那天机老人已经死了。